差不多八九天来，为屏东台南嘉义到婚姻，接受这么多农民渔民，大家开座谈会，都有一个心声，为什么通路不好？为什么农民渔民搁较遮辛苦？真的，我接受太多了。我即摆归纳几点：第一，劳动力不够，农民愈来愈老啊，没有劳动力；第二，农药肥料愈来愈贵；第三，天然灾害补助嘛无够；第四，农保条例包括所有的丧葬，通通补助几十档拢无改变。咱即摆来庙内底拜拜拜拜，顺天公拜妈祖，大家爱啥？大家几百年来顺天公拢伫遮，我甲大家保证，三百年来代代人拢祈祷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各位婚姻乡亲啊，咱即摆了解哦，风调雨顺是看老天爷哦。那今日风台太多，地动啊是安怎？咱无得，风调雨顺咱无得。啊，毋过国泰民安是靠咱家己哦。国家啊，安全，老百姓爱有钱，国泰民安是靠咱家己。这个选票得给什么人，都会影响咱台湾政治。所以咱这一点分清楚，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这内底啊有学问的，这内底有美感。风调雨顺咱无得，咱家己防灾工作做好就好。国泰民安，咱一定要用咱家己的这个选票。所以每年1月11号，这个选举，咱决定咱未来台湾中华民国的走向。好，拜托大家，立法委员一定要让张家俊认真打拼，对婚姻最有感情的张家俊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好。韩国瑜、张家俊代表咱婚姻官，真正做总统立法委员，我甲大家保证，妈祖无伫遮。我唔敢，绝对唔敢讲好笑话，讲白话。我绝对袂让婚姻乡亲落去。我绝对知影咱肩膀上的责任，咱肩膀上的责任，拼婚姻关，拼台湾，拼整个中华民国，让咱老百姓过好日子。我甲大家保证，张家俊、韩国瑜一定会认真拍拼，让咱台湾以后会使台湾安全，人民有钱。拜托，包括乡亲，今日来人这么多，这么多，就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